非常平淡。那么今天呢，这款游戏呢，就是超多观众呢推荐给我玩的，叫做 Fruits World 啊，它呢就是类似 Block Force 呢和 King Legacy 的一款游戏啦，就是类似海贼王的游戏啦啊。然后这款游戏呢就是新游戏啊，刚刚推出的。然后呢，我有看到预告片啊，然后就还蛮酷的嘞，好像蛮好玩的啊，不知道好不好玩呢？今天我就来尝试一尝试吧。而且呢，有观众跟我说呢，他会超越 Block Force 哎。真的吗 ？OK， 我们就来看一看吧。OK， 那么我们就废话不多说，我们游戏开始吧。Let's go。OK， 那么首先呢，这个游戏呢，它有点特别，就是呢，它升等这方面啊，你看它是没有等级的这里。然后呢，我有试玩几分钟啦，就是呢，它的等级呢好像是在这里啊，就是技能点这里啦。然后呢，你就是我是打空气，你看打空气，它就会增加了，你看。还增加一等级耶 ，what the？ 然后呢，我不清楚呢，他说这个平均呢，这个这里呢是不是等级啊？是等级5哈，我不清楚嘞。所以呢，我们再来慢慢的去研究吧 ，OK？ 然后这里呢就是有抽果实的地方啊。如果它抽果实呢，其实呢，你看它有点类似那个 King Legacy 样子啊，可以用那个这个踢钱嘛，夺更钱，或者是用那个游戏的钱啊 ，OK？ 我们之后再抽吧，我们现在来我普通玩家先吧。OK， 那么开始，我们这里呢有个任务啊，我们就接下去吧。这个任务 OK， 开始就等级一的强盗啊。然后我发现到呢，就是超多人呢，就是在这里练，一直来打怪。我可以参与吗？哎，这是吗？这等级一来打过，哎，看他打斗哦，他打斗动作哎还不错啦，还不错。哎，直接升等了，哎。哦，这个是下面这里啊，它呢这里呢就是那个你的招数啊，你的拳法啊，还是你的果实啊，它就是有点像 block 这样子啊，就是升级啊。然后这个只有一个招数而已，到15等才有。OK， 我们这里就升到15等先吧。来，打这些怪，普通打。OK， 升等，我这里有打一打啊，可以完成任务了，然后就获得。也是蛮少钱一下的嘞，就500块而已啦。不过一开始初级是这样子啦。然后我看一下啊，我这里哦升级了，哦他妈又等了哦，这个应该是等级啦。这里我觉得他这个等级应该放出来才对吧？不清楚嘞。OK， 就再继续吧。有一个很不错的就是呢，哎可以分享嘞，就是我打的怪了，你看我只打几下而已，哎我也算嘞，算进去的嘞。哦不错啊，可以分享就是经验值这样子啦。知道哦。什么东西 shut down now？ 这什么啊？是要更新吗？喂，整个游戏推出了！哎，等一下，我再看这个游戏，这个伺服器就把我关掉了。哎，等一下，这是更新了吧？哎，等一下。OK， 回来呢，然后 OK， 应该是只是一个更新，我不知道。这也就来继续借等级先吧 ，OK， 继续。然后这款游戏呢，它冲刺呢就 OK， 其实不错呀，做到还蛮不错的。然后整体来说，目前啊，我这样子看下去，环境也蛮不错嘞。OK， 打怪也体验也蛮好的，我觉得。不知道等下会不会出现一些问题没有呢 ？OK， 我们就继续吧，先升到15级先吧，看一下有什么招数啊。我第一个的招是什么呢？OK， 现在练到15等了，我就看一下第一招吧。OK， 那么就属于最普通的第一招，就是粉碎吗 ？OK， 按 Z 吗？粉碎哦 ，OK， 就是撞地上而已啦，一般般的招啦。啊，那伤害不知道高不高嘞？来，粉碎撞去，伤害其实也是不高啦，因为毕竟都是一个普通的。目前呢，它这个怪物刷新呢还算蛮快的，就还不错啦，还不错。就是我怕就是太多人呢在一起啊，然后就是抢怪呢就出事很大问题啦。啊，幸好不会啦，我觉得不会抢怪啦，就可以分享怪了。OK， 现在15等了，可以就是打这个15等的这个 boss 吗 ？OK， 就接受。OK， 打 boss 好像在上面诶，我们先上去看啊，这可以上去，我记得是啊，上去啊 ，boss 在这里啦。OK， 一起打 boss， 打，哎 ，let's go， 哈哈，打 boss。这就是一个还是个强盗 boss 啊！啊，打赢了！没有分享到了吗？我，哎，不是可以分享了吗？还是我伤害太低了 ？OK， 这 boss 呢，他刷新呢，就是还蛮快一下的嘞，比 block boss 呢慢少少而已啦，不过还蛮快的。OK， 就打，哎，打赢了，耶、yeah, ！可以，直接升等，现在有多少等？然后我再看一下，我等级是。9等了吗 ？OK， 应该是9等吧。然后这里呢，下面有个地图啊，这个地图呢就是哦，这个是可以传送了吗？哦，它是指箭头指去哪里的？哦，可以。然后呢，这个是1到30等哦，
这个菜鸟岛呢，就是一到三十等而已啦。也就是说，我现在的等级是九等 ，OK， 要练到三十等啊，才可以去下一个岛啊，哈哈。我们看一下，这里好像可以卖一个武器吗？这可以卖武器嘞，我买可以买吗？要多少钱啊？这个是5000块而已嘞，我买下去体验一下吧。先体验刀吧，这个是最普通的刀了，我觉得是 OK。你看现在我一刀一直升等，一直升等，哎，升等喽！哎，别人在打吗？没有打的话，我自己打咯。OK， 哇，这 boss 血量，我一个人打不过。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好硬，好硬啊！等一下，我要斩，看，我还没有升等而已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啊，这个皮鞋不要，是我的，分享分享，哦，有分享到 ，yes， 可以。刚刚是我等级太低 ，OK， 再来继续砍，一直砍个 boss， 砍而已。看，哎，算简单，一起打啦。看，哎，可以，没问题啊，非常简单啊。呜、哦，你看到我刚刚冲刺，好快哦，他冲刺好像比好像那个 Roblox 啊，就是要有兔子种子啊，才有那么快的速度吧。嘿嘿 ，OK， 我这把刀呢有那个招数了，来看一下，他招数是。哦，通前去各一刀啦！啊，这是一般般的啦，嘿 ，OK， 来砍下去！哇，其实哎还蛮帅的啊，这个冲刺 ，OK， 我再看过啊，他冲刺找一个地方好看点的啊，这里看啊，他就是我还有存力耶，冲前去，哇，很帅哟、哦，他这个，哎呀，这个很普通的招来的嘞，他有那个效果，你来看看啊，冲前去，哇，一瞬间一刀流直接砍过去，哇，帅哦，哇，他其他的招不是更加帅？哇，这个感觉有对他有兴趣哦，我应该会玩了，我应该会继续玩诶。哎，我拿了一样东西，我没有注意到嘞，就是这个披风吗？哦 ，OK， 应该是刚刚打了个 boss 吧，装备下去加5%血 ，OK， 我有加到吗？哎，等一下我们有没有注意到？再看过，我有啦，加5%，加个20而已，哎呀，那点点，哎，不过啊，这个效果啊还可以啊，不错，强盗的披风吗 ？OK， 来，继续。不如这样子吧，我们先来体验一个果实吧，来买一个果实吧，因为现在有这个5的钱啊，这个毒根啊，5个毒根，只要用2个毒根就可以买了，我们来玩一下吧。然后目前的这款游戏呢，好像只有不超过10个果实而已啊，因为它是新游戏啊，我们来体验，来买一买吧。OK， 目前呢，它的几率，哎，等一下，它只是集合传说集，是还没有出吗？所以只有18%吗？我不知道哎 ，OK， 来买下去先吧，买这个哎，他现在有 offer，OK， 来买，抽一个好的18%啊，怎么这普通，不要普通，啊，各位观众，我拿到的是这个，哎，等一下可以先举起来吗？有果实，可以举起来吗？不举起来我怎样看的、啊？这是轻飘飘果实啊，各位观众。神果啊，在 Roblox 里面不要瞎掰好吗？那、啊、这在这里的游戏呢，它变成一个哑铃哎，你看，哎，还有一个，这是一个水果的那个叶子吗？哈哈哈哈，哑铃，原来哑铃是可以吃的，我又长知识了，哇、！OK， 我们就今天就来体验这个最强果实吧，来，我们把它吃下去吧。诶，哎，它吃下去没有动作嘞。有点可惜啦，可能还没有制作好呢，不知道。我再来看一下吧。OK， 那么这里哦，它只有2个招而已嘞，哎，太少了吧？我们看一下它这个10000公斤吧。OK， 10000公斤是，加下去哦，它这个不就是普通爆炸案子而已啦。跳高高压下去，哇，弹到我开了敌人，哈哈哈！哎，伤害变高，比较高了，好像是吗？对吗？压下去，哎，升等。感觉上刀数太少了，好像不太适合练等呢，对吧？哎，对哦，可以把敌人集中在一起没有啊？来看一下，给我过来 ，OK， 我用我的轻飘飘果实压你们，等一下，给我压，等一下为什么不能压？哎，给我开招啊！体力不足，哎，敌人回很慢，下我体力，可以回快一点吗？哎，不过说真的，现在呢真的超不适合练果实了，因为，都不够体力啦，我这个那个下面的能量不够哎，还是会缺少啊啊哈、啊，就是不够，就是帮我练。说真的，应该是要等高级点才要玩果实才对的。OK， 今天呢，我想测试下，因为他说呢，就是下一个岛呢是要30等才可以去吧，就是这个岛对面那里吧。OK， 然后我现在的这个部门是不是等级啦？就是23啊！哎呀，调一中文先，应该是这个吧，我不清楚。所以呢，现在呢，我要去另一个岛来看一下是不是啦。OK，
那么现在我们就去买一个船吧 ，OK？ 还是叫免费的啦啊！哦，它免费的船很大嘞，跟 Roblox 里面的小道，这个大很多嘞，算很多，而且速度还蛮比那个 Roblox 快很多嘞。Oh my god！ 赞哦，赞哦！我们看一下另一个这个小一个岛吧 ，OK？ 这里是那个。橘色城镇 ，OK， 看一下，来看一下任务是要哦，真的是要30等哎，对吧？是吗？接受，喂，哎，我可以接受嘞，第30等，我现在多少等级啊？到底啊？我试下来打，哇，这小丑就硬很多嘞，硬很多，真的是硬很多。OK， 我们进来看一下这个轻飘飘，哎，可以打过啊，等一下给人打死。他那好像是死掉之后呢，就是好像以前的 King Brokers 啊，就是会直接传送到你记录那个记录点那里了，就有点不好了这里。可是我等级到底多少啊？我不知道我等级嘞，我可以接30等的任务了。What？ 这样子60等呢可以接没有呢？可以吗？也是可以。他等级到底在哪里啊？这个游戏他没有做好吗？他不是正式版的吗？OK 吗？这款游戏呢，有人说它会超越 Brofus 啊，目前来说呢，我觉得是啊不可能啊，就是它有蛮多东西呢还不完善，好像是呢很不方便啊，就是呢你不知道你等级是多少啊，你要去哪里练等啊打怪啊还不清楚，还写的不完美啊。然后呢它的果实呢只有两招而已嘞，就还蛮普通的。你看 Brofus 还 King Legacy 最少呢有四招啊，所以这个游戏，我觉得还要改良一改良啊，毕竟它还是新游戏啦，要给个机会。我呢应该还是会继续玩这款游戏的。如果各位观众，如果你们想继续看的话，记得在留言区告诉我哦。OK， 那么影片到此结束了。如果喜欢的话，记得点个 like， 订阅频道。那么我们下个影片见，拜拜。哎呀呀呀